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工作。这个工作是贩卖类的工作，主要是贩卖蔬菜水果类的。募集形式是正社员，募集人数是2名。工作内容就是贩卖。工作地点有3个可以选择，一个是东京都，一个是埼玉县，一个是神奈川。时间是有2个时间段，工资是20万以上。想语有，语学历是没有特别的要求，日语是需要日常会话。如果对以上工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的会社参加面试说明会。星期一、三、五是上午11点开始，星期二、四、六、七是下午13点开始。这边是会社的电话号码以及地址。